你干嘛了，阿弟？你吓到我了！你干嘛了你？你不要这样，你怎么了？臭海滩！什么臭海滩？你臭海滩啊！你怎么这样说阿尼啊？不是，你们干才要你出海脚啊！哎，不要动手了，阿丁！对啊，吹屁啊！小哥，你干嘛？吹什么屁啊？你们都要你的！不要，出卖小哥！不要打架！不要这样！啊！我要干嘛了？干这限量版的，啊！这个竟然是不懂了，算了算了。